我操！本以为这个女排榜是假的，没想到是真的，还对我吐口水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有麦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. 哎呦，你还拒绝？我操，你是妹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妹子，你开麦，我直接带你上传说，赛一出这么难打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肯定是真的呀！我真的，我以前是个小白榜。你是白榜吗？什么？真假？你我也是白榜。你就也是白榜上吗？我是差点就上榜一的女人哎，你懂个屁呀！我真的假的？你还差点上榜一，你要笑死我了！差点上榜一，你太会吹了！你打不打不算呀？重你力，白榜。吹什么吹嘛？你等着，你看着，我我有等着你奖。白给我关账我耶？什么鬼？他们怎么不打你？这是姐的魅力，不是你什么魅身力份太呢？大。你不会是个主播吧？你什么身份呢？怎么不打你啊？哎呀，低调低调，你。魅力太大，你看嘛，都是哥的粉丝喽。我操你这不老趴下啊？你懂屁？这拜佛，你懂什么？拜佛见过没？什一么看拜就没佛？见过你是面。拜佛谁没见过啊？这你是那个拜佛白马吗？以前的？对，拜佛就我创造出来的哦。我他妈信你个鬼！你看他，我他妈打你了！哎呦，哎呦！你干嘛不跟我后面呢？都怪你，你要补一枪，他早死了，全赖你。我欣赏你的拜佛呀！你不是说拜佛是你创造出来的吗？你看我直接一个雷他！你就是个低分仔，怎又么我服是低分仔？啦？我上过高分的好不好？真的，我真的是全白都马！是人机操什么人机操作？你个假白马，作，人机，我是真的。你是个人机，我才是白板。你懂我屁吗？什么？你假背包，你假背，你全家都是假背包。要不下把我带你飞？我带你飞还差不多，看 真完的之后假你的？你带还带我我飞飞？一个月了，你带我飞，你带到奶奶家了。有实力，来，我真的弄死他，能不能行？不行我就要上了，怎么还没打死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瞧不起谁呢？哎呦，瞧不起谁呢？哎呦，76你瞧星，不起谁呢？我瞧不不是起，说我是白宝吗？你不说你假榜白一宝吗？就哪是。有榜一是76星的呀？这老人机推。吹推推吹推吹吹，推推